这次去戛纳当评委的范冰冰，大家猜她一定就是静静的当个好评委吧？没想到转过头来，她又再度带着她的老设计师与老套路做回红毯女王了。只见她穿了一件白色礼服，不过这次这款白色礼服其实有点平庸，尽管衣服上所有可见的花纹都是用刺绣之类的工艺加工上去，却被处理得略显粗糙。但是这款礼服之尬在于，在一些时尚博主和新闻通稿里，它又被当做了古典中国风解读了。有圆圈又有格子，那就可以说成是天圆地方；有花卉又有几何，那就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。可惜啊，只要稍稍了解传统服饰都能一眼看出来，这又是一个日本风啊，我的表情完全就是黑人问号脸啊，真的好尴尬啊。